我们今天贴的是严惩冷血恶徒，还我较大清誉。大学的人应该做大学的事情，可是那一些人他们没有做大学的事情。我完全不同意昨天张贴在这里的关于一些冷血的言论，号称学生会的主席代表我们出来说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学生没有错，但我并不这么认为。作为学生，我觉得他们做错了，而且作为未来的老师，我觉得他们也错了。他们错在把民主当成无限的自由，把自由当作没有界限的规范。但是其实民主是有界限的，民主的界限就是法律，就是道德。他们之前谈港独的时候已经逾越了法律，现在冷血的言论已经逾越了道德，这都是我们不能容忍的。所以作为学生，我们必须发出声音。谁没有压力，谁在社会上都有压力，谁没有不同的政治立场，谁都有。但是不能用这样的言论去，特别是这样恶毒的言论去伤害另外一个无辜的人。